冰能灭火，风能吹灭，水也能灭火。啊？谁说的？你看，撒。Nope。说到这儿，就让我想到了《功夫世界》里的某个关卡，在那里能颠覆我们的认知。寒冰射手，正常。冰冻生菜，正常。冰西瓜，正常。冰王草，正常。啊？正常的球啊，火都没灭。冰桶。正常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破灭了。滴水冰莲咋不灭呢？他的樱桃是不是弄反了？事情逐渐不对劲。寒冰谷，大招灭不了火，普攻却可以。What？ 冰仙子，灭不了火，铲掉可以。啊？铜梨，香蕉火箭炮。啊？玉米加农炮射，这我说。这个就叫专业。